新赛季四个地图上分小技巧，不选你就得落后了。先来看第一个地图，寒风穿越，开局必须点加速，尽量不要调方向键，因为该地图比拼的就是对滑板的控制能力，只要轻轻拉动就可以左右摇摆，左右方向是很不好控制的，所以大家只需要轻轻移动方向键就能减少被撞的次数。其次就是加速问题，开局一定要点加速，不然会落后一大截，还有途中有许多加速带，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运用，还有下坡路跳着走速度更快。其次在操控方向时要多掌握节奏，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多练习练习。接下来是第二张地图，冰川流动，开局一定要走左边，路标这里的石头是可以跳上去的，就不用撞冰墙了，接着开滚动跳冰块，到这里的两个大圆冰面一定要跳着走，不然速度是很慢的。过来让风精灵吃掉，吐出来有加速，连跳直接飞进终点。第三张地图